在那个房间里，这边。你不用进去。请进。没事吧，关关？樊姐她怎么来了？对不起啊，关关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要说这事儿，我当时就按了个免提。 然后樊姐在我旁边，就什么都听到了。你没事吧？要不去医院看看去。没事。那谢彤他们呢？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跟樊姐在呢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放心吧。嗯，我们来了。嗯，知道刚才我为什么没有借钱了吧？我刚才就憋着一直没说这事儿呢。 这个谢童啊，就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着急啊？哎，我真的是替关关难过呀。他拿你当偶像，你这么不在乎他，说得过去吗？我不是不在乎他，是我认为我看到了谢童应该还是一个挺热情、挺讲义气的男孩。再说你说的那些东西。 也是道听途说，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拿跟你自己比呀、啊，谁能比你强呢？你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没什么。可是谢哥哥不一样了，他是个普通人，懂吗？哦，就像我那个败家哥哥一样，远处看到他还像个人，一做事儿就各种作。谢哥哥他家里啊离异，从小还挨打架，这就已经污点满满了。再加上前女友为他自杀，你要说这种人心里没有问题，打死我都不信。 当然，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人的经历是会改变性格的。可是现在他跟小关相处得很好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讨论过这件事情，我们不知道呢。当然了，为了关关好，善意的提醒，还是需要的。拉倒吧，我赌一百只鸡腿，谢童肯定没有跟关关说他前女友的事儿。就关关那小胆子。 要听说了，早麻溜往回跑了。没事。关关，你跟几个来着？你先回去，我跟老九去医院看看有什么怎么样了。你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没事。 实在没有钱，樊姐手头上也比较紧，所以这3万块钱是我管安迪姐姐的。谢谢啊，关，有些话樊姐是不该说的，我也知道我说了你也不一定能听进去。可是结合这两天的事情，我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小谢。 为什么呀？我跟你父母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他工作不稳定，对吧？又是离异家庭，性格也好，生活方式也好，跟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跟他在一起，只会更加脱离正轨。今天的事情就证明了一切，对吧？就算你们两个再相爱，也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其实我觉得谢同仁挺好的。 但是，但是他跟你在一起以后吧，你说你又跟你父母翻脸了，又进警察局了，把你的生活弄得一团糟，你这样做值吗，关关？安迪姐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主。你是个成年人，又很聪明，别人无权干涉，包括你父母。其实我之前对小谢印象挺好的。 但是经过今天的事情。
我有点赞成樊小妹的意见，我认为你可以重新再谨慎的考虑一下。是啊，关关，今天换作是小曲，我就不说这些了。换作是安迪，换作是我，也不用什么担心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那种特别规矩的姑娘，你跟小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说他哈，打架、辍学，在舞台上啊，光芒四射的享受欢呼，享受掌声，他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，你降不住他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跟白嘉楠在一起，你们怎么劝我都没用，结果现在应勤爸妈就因为这事挑剔我。你这个时候一定得谨慎小心，你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对呀，我也就是家庭负担重，还被人嫌弃成这样的。你说你家里是那样的一个条件，他们怎么可能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谢童啊？你们了解他吗？如果不了解，你们干嘛要这样说他呀？关关，我们也是。樊姐，你家里出事情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帮你的？你哥哥和嫂子找上门来，是我第一个通知的，你是我帮你挡着的。就算你要欺骗王百川，让我们帮你隐瞒，我也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吧？莹莹，你跟白渣男分手了，你心里难受，所有人都不理解你，是我在你旁边一直安慰的你。后来你跟应勤谈恋爱了，我泼过你一盆凉水没有啊？你跟应勤挨打，我和谢童知道了，二话没说，我俩带着人就过去了。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让我小心谨慎？你怎么不说谢童不好了呀？还有安妮，你跟小包总在一起也好，你跟魏总在一起也好，我关关，我可能不理解你的感情，可我说过你一句没有啊？我一直都拿你们当成是最好的姐妹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永远都站在你们这边。可今天是我发生事情了，我需要人安慰，我需要人支持。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呀？小雪，你不要在那阴阳怪气的。我知道你看不起谢童，你压根就瞧不起他，所以你觉得他处处都不对。可是今天谢童爱的人是我，你们干嘛要这样刁难他呀？关关，你这么说不对。大家对你都是一片好心，要不然今天不会去派出所把你给接回来。当然你可以不接受，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好意。哎 ，Andy， 你现在跟他说这些也没有用。关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不喜欢谢童，但是我支持你谈恋爱，因为这毕竟是你在谈恋爱，不是你父母在谈，也不是我们在谈。你爱跟谁谈跟谁谈，这跟这屋里反对你的人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关关，你真的了解谢童吗？你为了他跟你的父母闹翻，跟朋友闹翻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他前女友为他自杀的事情，他跟你交代过没有？